Hello,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in Wuhan. We are here in one of Wuhan's most famous districts. This shopping street is the longest continuous shopping street in the entire world. We have stores selling all kinds of merchandise everywhere you look. You even have parts of this shopping area modeled after different countries, Spain, Italy, Germany. Yet there's no rock music to be found. Where is the rock music? That's some bull, man. That is some bull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That is some bull. Right there.我们平时上班的时候戴眼镜，在那个报社里跟孙子一样。晚上要演出了，要排练了，或者要写新歌了，要出唱片了。哇靠！我就直接就五个人，衣服一撕，内裤往头上一套，啊，干演出去，就 Superman 了嘛。
前有好多的就是听我们乐队现场的一些朋友啊都问，他说你们是吃素的吗？然后我们都说很诧异嘛。我们其实乐队的名字呢就是曾经就在想那个我们的名字乐队名字的时候，然后当时吉他手穿了件衣服上面写的 meat sucks，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取什么，每个人都在给意见啊，刚才算了就那个名字挺好的，然后我们就叫 meat sucks 米特夏克。因为我就是武汉人，然后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武汉就只有两个季节，一个冬天一个夏天，然后可能它的温差非常大，冬天又没有又不够暖，夏天又是三大火炉之一，武汉就是可能相对来说武汉人他可能相对来脾气的起伏可能我个人感觉会比较大一点，就跟天气有关系。然后他们确实武汉在很多很多的那种城市里面他的收入啊等等一些可能相对来说是偏稍微低一点的，稍微确实低一点，然后很多人可能也有很多想说的话或者是想表达的东西，那么摇滚乐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确实对我来说摇滚乐是一个很正面的去表达自己想法的形式。对，那肯定很多人都选择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在很多年前武汉有一个说法叫做朋克之都，这里有非常牛逼的那种朋克乐队，非常棒的朋克乐队，比如说 Stoller、生命之饼，包括现在 AV 大酒堡等等一些这些非常棒的朋克，当时在全中国都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以后的作品可能会稍微主流化一些吧，稍微轻，比现在的会逐渐的轻一些，然后随着我们年纪的年纪的增长，然后就感觉想去真的去做音乐，而不是去宣泄啊什么，就想单纯的去做音乐，就不想再去想跟着大家怎么玩什么我们就玩什么，就不想再去这样做了，我们玩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吧就是要开心，这个是真的，然后希望，然后就是很想去感受以后每一次的演出还是录音也好都能让自己处在一个很享受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可以玩这个玩多久，但是我一定会一直玩到最后，我不会轻易放弃的。我觉得要开心对乐队以后嘛，我就想五年以后或者是十年以后，然后你们还能在对面拍我们，我们这么开心的给你们回答你们的问题，就这样就够了，谢谢谢谢鼓掌